啊，我们那个正式开始，这一次例会，这个是上一次的例会的内容，我们可以看一下。然后上一次的投票机制呢，这个已经写好了，已经有了。这个是关于如何投诉的一个东西。然后投票的话，今天我也发了一个投票的。然后这块儿。关于采访这块，王顺那儿有进展吗？有进展，我们可以说一下；没有的话就忽略了。我没有，我还是之前大致的想法，还没有完全写下来。OK，我们就先不说这个了。哦。然后我想和大家一起看一下公众号上的数据。现在的总关注人数是3829，快4000，然后你看看这里边的大家在回的一些信息啊，可以看到这个人第一次关注，然后就回了一个视频，他可能对视频感兴趣啊。然后这个人有回视频教程，贝克松微信群，这个人直接上来贴了一张图片，我不知道是个什么意思。啊，这也是相当于有人直接希望能通过这个地方能提问的，然后有教程帮助，教程，好像是能统计吧。消息分析，月报，好像是看不到。能看到一个发消息的人数，每天有5个左右。看不到消息内容的分布。这有。微信群看起来占的比较多，排名第一。然后，贝克松是一个视频教程，这个万门大学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啊。这是个什么东西呢？这个有人知道的吗？这是我微信号，哦，为什么会所以你微信号呢？他怎么会去搜呀？那也挺奇怪的。行吧。好，我们再看看这个流量组的数据。基本上可以忽略没有了，现在有178。看看用户分析。我今天看了一个很奇怪的数据，原来是10%左右，现在居然16%了，我不知道这个数据是怎么一下子多了这么多人呢？长读
现在长度人数是621个人，涨了200多个人。怎么算是长度啊？我不知道他怎么算的，有可能比如说比如说我们刚刚不是发就九点是定时发了一篇文章，然后这个人呢可能联系读过了，我也不知道怎么算的，他没有给个说明。哦，他需要标记哦。嗯，他应该是算出来的，比如说哈，我们发了十篇文章，他看过五篇以上六篇以上，可能就认为是长读了，我不知道。然后那有可能这里边能看到的是一线城市二线城市，还是一线城市的长度的人相对多一点。哦，这个倒没什么数据。用户，这个用户的话还是男女比例严重失调。不过性别对我们那个内容或者是对影响吧，顺便看。哦，然后这个年龄的话基本上在25到35差不多。因为其实我是没有学过统计学，然后也没有做过数据分析的，也许做过相关工作的人可能会能分析出来一些东西。哎，这个能就是有链接分享或者什么？这个只能管理员看到，如果想看的人可以申请管理员。哦，行。然后地域的话，还是北京占了不到1/3，然后广东省占了18%，上海17%，然后还是北上广为主吧。人口特征，我看内容。因为我们最近没有怎么发东西啊，所以的阅读量连100都不超过，甚至连50都不超过，最好的时候也就是1000出头。我们公众号感觉还是内容，所以没有内容的话基本上应该没有什么量的。 OK， 大家还有想看的数据吗？还有个这个转载数据，我们可以看到有些大号啊，像这个青年实践行动这个号特别的比较牛逼的号，他们产生的量就1900多1500多，比我们的要量多得多了。看看这个数据，开源社转了2次，每次都是200多，京东转了1次是100多。哦，其他的没有什么数据了。这一篇刚发了，有37个量。OK。然后活动这块的话，高荣，哎，刚才那个有也要想再看的吗？没有了。然后那高荣介绍一下上海那边的活的情况。哦，是那个，就时间的话，应该就是上次跟你商量的那个，就是10月份的最后一周，或者说10月份的倒数第二周。然后时间的话，比较倾向于放在周日，因为现在它大部分的一个厂商都是996嘛，所以周六的话可能人会比较少。然后场地的话，就是去租那个在上海这边，就是人民广场这边租一个场地，
然后费用的话应该是2800块钱，就是这是上次和他们谈到，然后到时候就是具体租好之后具体多少钱还跟他们聊，然后剩下的话就是应该人数是会在，就是预计人数是100个人啊，大概人均收费的话就是拿2800去除100，差不多一个人28块钱，可能实际可能会一个人收到35块左右，因为我们还要考虑就是买一些水啊什么东西的啊，就是这个东西不以盈利为目的，就是钱只要说能够够付那个场地费和那个水费啊什么就够了啊，基本上目前进度是这样。然后那个 UWA 的那个老板这周在日本，所以我需要下周跟他们正式确认一下到底时间是放在10月份的最后一周还是10月份倒数第二周，因为那个时间段的话应该还好，也没什么其他节日啊什么东西啊，目前这个事情。你的号是哪个号来，我没有记住。 GitHub 什么 GRHHHA， 我打给你吧。啊好。那实际上日程的内容还是没有定下来是吗？对，现在就是要确认到底是十月份的最后一周还是倒数第二周。然后这个我指的是当天的日程。当天的日程的话就是下午啊，下午就是上次我不是发在群里那个嘛，就日程的那个是不变的。我看上一次的 PR 其实还是没有进展，应该是。好的啊。嗯。这个 PR 应该好像还没有继续更新吧。嗯，先打开让我看一下。嗯，诶，我记得我提交了呀，啊，是这个吗？啊，对，就这个。但是没有，嗯，这个东西需要填一下。哦，这个因为还没有，因为要把先把场地确定下来，然后就是先把场地确定下来，然后才能去找讲师。因为就怕万一讲师找好之后，万一场地黄掉的话，就比较尴尬了。嗯，那现在可以认为是场地 OK 了，对吗？场地还没有啊，因为现在我先要去确定时间，时间确定好之后，我跟那边就把钱付掉了。付掉之后就场地就能敲定了，应该最晚是在下周一能搞定吧。付呀。嗯，这个钱是谁先付呀？钱嘛，我先垫付呀。你先付是吧？对，我先付掉呗。嗯，对，然后那报名在什么地方报名呢？报名的话会那个 test home 那边，他们会有那个百格，然后就让他们用百格报名就行了。然后收入多少，然后报了多少人，都是有，就是有数据可以直接看的。嗯，这样我觉得，嗯可以用test home它百个，然后另外我们在我们的活动型上也跟那个他的那个一模一样的内容再发一遍，相当于从两个地方都可以报名。对，可以啊，可以啊，这个可以啊，这个 OK 的。然后那产生的报名费怎么处理呢？本身的报名费就是到时候看吧，因为按照现在这样来算的话，就是报名费的话差不多35块钱一个人的话也多不了多少钱，然后就是如果说多出来很多，那就是晚上我们比如说多个500块钱1000块钱的话，那可能晚上的话就请讲师一起吃顿饭，然后基本上就没了。Okay. 对，如果说钱不够的话，那也就不用请讲师吃饭了。嗯，可以。对，因为你算嘛，如果说是那个的话，200块钱买水，差不多30块钱一个人也够了，就是这样。嗯，那就算多也就多个100-200块钱，那也就随他去了呗。嗯。我是在想这个，因为我想想，结余下来的钱的话，我们要不要统一管理起来呢？不管就是假如结余的相对多一点的话，可以。请讲师吃饭这个没有问题，然后比如说结余了可能几十块钱之类的，虽然不多，是不是也统一管理起来的？但是你结余的话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本身
按照现在商量的话，那个购票渠道的话，现在是两个，一个是 test home 的表格，一个是我们这边有那个他们就是用户的购票渠道。那这样的话，就是他们那边买票的算他们的，我们这边买票的算我们的，是这样子吗？嗯，这也是一种方案，看大家还有觉得有没有其他的方案。燕军，你觉得呢？我个人觉得还可以。嗯。哪个渠道产生的，然后就由哪个渠道出上一部分钱。对，剩下一个就是大家合在一起，然后对半分。但这种情况，就这种就是比较少了，而且这样的话就是相对会就是比较怪一点感觉。没有太听明白刚才。就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Test Home 卖掉五十张票，我们卖掉五十张票，然后大家合起来，剩下的钱对半开，就这是一种方式。然后第二种的话就是哪个渠道，就是倒的，就是进来的量，那么钱就归谁。啊，对，但是你不是先垫付了吗？啊，我垫付啊，我垫付的话，那就是两。两边一家一半呗。比如说，假设数据简单一点，好算一点。假设，test home 的那儿可能，比如说多一点，对吧？他，有收了，假设收了两百块钱，然后这边收了100块钱，那是不是按比例来算一下呢？这样也可以啊，也可以啊。比如说，比如说你那边假设花了。150块钱，那可能就是这边出50块钱，那边出100块钱。嗯，也行，这个也行。嗯，因为毕竟，然后，可能渠道不太一样。对，这个也 OK。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那个主题的问题。嗯，主题的问题是这样想的，我觉得可以放的宽松一点，但毕竟是拿的社区的名义来去搞活动，那么这个主题和 PPT 内容，我觉得还是要简单的过一下。对，这个可以啊，这个反正到时候就是我们讲师找好之后，然后可以约上三方，然后开一个Zoom会议，然后我们三个那个议题一起过一下晚上。对，可以一起过一下。因为大家都其实希望这个社区的公立性会，中立性会好一点，会比较对健康发展。嗯，对。然后，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呢，这个 PR 你可以再稍微调整一下。然后，我建议是说，不要写成第一个 topic， 第二个 topic， 可以写成待定，可以说不所有的。topic 都可以写成待定，然后这个 PR 就可以合了，然后时间的，我觉得你时间和地点都可以写上，然后呢，当然虽然写上并不是说后面就没有办法改了，所以我觉得比如说地点就是按你说刚才的人民广场或者更具体的地址写上，日期也可以。就是我们既然是计划的活动嘛，那么就可以写上这个活动，因为其实群里边已经有人在这活动这个页面已经看到了，看到有上海的活动在问了，对吧？所以说我们能给出一些信息就先给出一些信息，主题我觉得可以一个主题，可以，我们就可以，当然我们可以，只要没有在活动形上和百格上发布这个活动的话，那么肯定就是说还没有。完全确定嘛，对吧？对 ，OK， 那这个没问题。这个明天我那个发嘛，所以说没有确定，所以这个都可以写上来。行。然后，想一下，其他人看有没有这个活动有没有想法呢？那请问你们之前说那个话题是什么话题啊？话题是说，比如说
有四个讲师，每个讲师他要分享的内容不一样，比如某个讲师要分享如何做持续的测试，这就是可能是一个话题。通常可能是他那个演讲的 PPT 的题目。哦，哎，这个不是，这个是黑客松比赛的那个吗？不是，这是上海的另外一个 meetup。哇，我说呢，我完全一开始没问题听明白，行，没问题了。然后另外一个是在群里边讨论过一个，做线上活动的一个想法，因为线上活动可能成本会低一点，然后我把我的大概想法跟大家同步一下，就是说，搞一个相对频繁的线上活动，比如说两周一次，我们现在是双周的周三晚上有例会。其实也有过之前的情况，是有的人进来了然后退出了，可能以为这是一个技术分享活动。那么其实反思的话，就是说有些人是希望能有一些这样技术分享活动的。那么也许我们的一个方案就是单周的周三或者某一天可以有个技术分享活动，当然那一天如果大家都忙或者没有人分享的话可以不开。但这个活动的时间跟这个例会的时间一样，一个小时左右，不要超了太多，主要是说，相当于是为了结合我们的微信技术群的另外一个线上沟通交流的渠道，通过这种语音的沟通的话，会。有些问题会更好解决，比如说方案类的，可能打字儿就很费劲儿，然后也可以说有一些分享，比如说分享某个插件怎么用啊，怎么在 K8S 上运行啊，然后比如说我最近在弄的这个命令行怎么用啊，这都可以，甚至也可以说没有主讲人，就大家在聊啊，聊聊就聊天式的也可以，但是偏向技术的，然后时间是一个小时左右，然后呢我记一下，然后我另外想的是，之前搞过一次线上活动，报名的人数还蛮可，虽然不是很多吧，我可以看一下，这一个报了19个人，但只有2-3个人上来了，所以说，这个数据是很没有什么价值的，这。就算报了1000个人，来了5个人也是有可能的。虽然刚数字比较夸张，所以说这个我们不希望把这个资源放出去呢，很多人就是不当回事。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说，要考虑一些费用的问题。费用讨论的是1-2块钱一次，然后另外一个也是因为社区运营的话，也需要一些。钱来做活动之类的，所以在考虑这样的收费，但是考虑到时间每次都是一个小时左右，另外还是定期的，然后相对比较频繁，其实我们鼓励更多的人参与进来，那么其实费用1-2块钱呢，应该我觉得还是比较容易接受的。大家针对刚才我说的这种线上活动有没有一些建议或者想法？那我们线上活动结束以后，需要做一个怎么说呢？
回顾吗？在公众号上？鉴于这个相对比较频繁的话，我觉得可以没有，或者说如果有人愿意做回顾的话，当然更好了。但是我觉得可以作为，不是标配，因为首先时间也比较短，然后呢，而且又频率相对比较高。觉得是不是说可以就是，就是比如说要开这个的时候，然后相当于在公众号上发个提醒之类的，或者说不是提醒，或者说就是，就应该还是类似于这种门道的提醒吧。你说的是活动发布吗？不是，就单纯的说，也是相当于为了增大这种，就是说。对这个就是让更多的人接触到这个活动，就线上活动。我理解的有可能跟你想的也不能一样，不完全一样。我的理解你刚才描述的还是一个发布呀，就是我们通过哪些渠道把这个活动发出去，是这意思吗？我就说单纯从那个可以在那个公众号，就是公众号上直接单纯的，相当于做个推广，就是每次比如说提前就是多少什么什么哪天要发，就是有这么一个活动，然后今天发一个，然后或者说不管是说之前有人报名也好，或者说就是有人想要，就是让别人知道也好，有这么一个事儿。然后就是单纯为这个来发一个这个，那就是发一篇文章呗，可以这么理解吗？对，就我的理解也会发一个，要不然可能真的没有人知道。像比如说像邮件提醒一样吗？比如活动前一天就告诉大家，明天我们就是再提醒一下，明天就是这个活动，然后让他们知道。这个是我这样想的，我开始那个用了几次这个，会议提醒，然后报名的时候呢，会发个会议提醒，那样的话，如果你拿邮箱打开，手机上你可以加到自己的日历里边，那样会提醒，不知道有人用过没有？就相当于是这样的。那个会有，但是，就是我。以我的经验的话，大部分人都很少会去用这个日历提醒，尤其是或者说邮件提醒之类的。不过在公众号上呢，我觉得可以，比如说下周要有一次这样的线上分享，那么我今天可以发一个说下周要有，大家来报名。但是我觉得不可能是。我建议不这么做，我建议就是在要开的当天。每次要开的当天我只发当天要开的这个，哪怕说他当天开就是去参加不了这个会议，但是他如果说知道有这么一个形式的话，他可能会去关注这个事儿，他就会可能就会去询问这个东西，然后下次的话他就可能想要去参加或者。那么我的疑问是，我现在发两周以后的跟两周以后发当天的区别是什么呢？区别就是说，你如果说你现在发两周以后的，两周以后他有可能会忘记，但是如果说你发今天要参加的，他有可能他今天有可能会去报名，然后有可能就是说他今天不报名，但是他可能知道这个事儿，他可有可能会去关注这个东西。那么我假设我今天发了，然后他明天第二早上大家收到了，如果感兴趣的话，我觉得他也会关注，如果他关注的话，可能他也会注意这个时间。但这个啊，但这个的话就是说，很有可能就是说你要是没有就是他有可能是使用习惯也好或者其他也好，有可能会忘。就是尤其是两周之前去，就算是两周以后再发的话，他还是会忘呀，解决了这个忘的问题。
并没有这个问题。但是我建议，我感觉就是说，活动当天发的话，第一起一个提醒的作用，第二就是说，还是就是说，让一些人去关注吧。我不期待就是说，我的意思是我就可能我不会说太把这个当期待，就是说是，让当天才发现这个活动的人去参加。但是我期待的是说，这个人他如果说他有看到这篇文章报道，然后他去就是有会去关注这个事情，然后就是下次有可能他想要去，或者说他当天或者到第二天他可能去询问这个事儿，然后就是询问什么时候有可能会有这种活动，然后再去参加。我觉得是这样的，不管当天发不发的话，假设两周以后要有这个线上分享，那么今天或者本周应该是要发的，不然的话至少第一次就没有人报名，因为别人都不知道，这是一个点。然后关于这个提醒的问题的话，我们是有一个社区活动群的，我觉得可以在那儿来做提醒，然后让报名的人都要加那个群，这样的话好处就是说我们那个群的人会越来越多，可能有可能第一个活动群500人满了，然后有第二个活动一群二群三群四群，这样的话会给我们攒很多很多的粉丝，我们在微信里面发的话更我觉得会更及时，这样能解决了这个忘了的问题。对，我觉得我也同意是这种方式。或者公众号的话，很多人关注了很多，甚至十几个、二十个公众号。就算你在比如说明天晚上要活动，然后明天早上或者今天晚上发一公众号，同样的阅读量不见得会很多。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可以看一下我刚才九点发的，到九点半就在34了，只有89个阅读量，然后看了这个阅读量才200多个，然后这个多的才400多个，我觉得也是很少的。假设我们有两个500人的活动群，那么这个公众号活动群里面发完之后，大家都是能看到的，而且比较及时。首先我觉得按我刚才说的，他有报名费的话，他如果真的是关注的话，虽然1块钱2块钱不多，但起码他脑子里有那个事情，然后在微信群里一发的话，应该是不会忘记的。不知道这样能解决这个容易忘记的问题。应该，我感觉应该能解决一部分吧，就是可能，应该是能解决70-80%的问题，但是还是有可能会有20%左右的人，就是会错过。我觉得我们没有办法做到，就是真有的人买了火车票、飞机票，他都可能误了，所以这种人我们搞不定的。对，但是，我想想，如果说你要是提前两周去发这么一个活动的话，那你相当于，我们发这个活动是让别人去报名，报完名。我明白，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你确定两周之前就能把这些？能把要分享或者说要去参与，就是讨论的，就是主要的几个人物，然后或者说讲的内容能确定好吗？我按我刚才设想的话应该是可以的，因为就一个小时，所以的话顶多两个人，而且我推荐一个人，因为这个不是说分享一个 PPT 不是分享一个主题，就是简单的分享一个东西，然后大家去聊，然后到了这个，然后比如说没有人任何人提任何问题了，那么
我们到了，比如说半小时或者45分钟结束了啊，我就结束了。比如说有很多人就提问题，但是超过到了一个小时了，我们也结束了。我们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线上的分享活动，而是说线上的一个微信群的。我稍微打断一下，因为就是说，咱们这个肯定也要考虑实际的一个时间，对不对？然后就是这个时间定在什么时间点会比较合适？因为确实会有，就是说还是目前还是主要是 IT 方面的这种，就是这方面的人，然后996，然后把这个时间点上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有的人就是甚至可以啊，时间我们可以讨论啊，比如说是周几啊，周几的，或者晚上几点啊，或者什么几点，我觉得这个可以讨论啊。嗯，对，就是说这个问题，我觉得。那么这个时间大家有提议的吗？要不就是我提一个，要不就是周日的。晚上7点左右，其他人呢？高总，上海那边一般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如果你让你推荐的话，上海这边其实主要工作时间还是996，所以放在平时的话，我估计够呛。然后一般情况的话，周六上班时间是不固定的，会比较晚，所以周五的话可能大家都会有一些约会啊，出去玩玩什么，所以其实我觉得周日还是可以的。东辉那边呢？周日的话我从我个人来说的话，我肯定是不会去看的，因为一般周日那个白天上班，我不会去想这些。但是我一般倾向于工作日吧。但是我个人的意见啊。李楠呢？我也觉得工作日的比如说8点或9点，我觉得可以接受。不会觉得时间呢？我觉得这两个时间还好，因为我看也听过其他们一些分享嘛，他们也就是8点开始，然后9点结束，大概这样子。一般是这样。反正上次 DevOps 那个社区，就是那个桥梁，上次那个分享是一个周二的吧，8点，然后我看了一下，当时差不多有100多人参加。晚上是吗？对，就是周二的8点嘛，就是我看了一下，他也是用就是咱们开会这个软件，然后分享的，然后有他们免费的是吗？对，他们是免费的，就是上次我跟你们提过，就是他们用那个发那个海报，然后呢，你加一个助手之后，就是你要分享到你的朋友圈，然后他才会去把你拉到。那个分享的群，就相当于类似于咱们的群人多吗？目前的话，他第一个群500人已经满了，就是他，然后已经建第二个群了。他们目前是已经分享了5次吧。5次相当于一个群满了是吧？对，现在已经一个群满了，然后。这周二他们分享的那个，我感觉可能还行吧，反正有60多个人参加。反正可能桥梁那个影响力还是比较大吧，反正差不多有100多人，还是人数我觉得还是比较多的。对，我这周我看到那个谁，我看到书生那天在那个朋友圈转发那个。就是那个 DevOps 那个社区弄的。对
对对对，就是那个。其实他们那个我首先就是一个免费，再一个是就是上次我不是跟你们也提过嘛，就是说发一个那个海报，就是说让他们发到朋友圈，其实也是在就是说就是拉流量嘛。嗯嗯，其实我个人也推荐是工作日，然后因为周末的话可能大家想放松放松，当然也不是所有的人啊，因为还既然刚才有不同的观点，可能大家的习惯是不一样，有的可能说哎，工作日我工作日就是可能已经上班挺累的，然后周末的很想那个放松放松，或者有的周末想充充电之类的，我觉得都是有的。然后工作日比较好的就是我们比如说8点到9点的话，可能还是有很大一部分人应该能抽出时间来的，当然也不排除这个周日可能会比周六会好一点，像东辉的意见的话，周日可能就想放松放松，要不然马上又周一了对吧，所以说都有吧。然后其实我觉得我个人觉得让别人那个非要把这个东西在朋友圈里分享一下，我觉得还不如让他掏1块钱呢，因为要是我的话，我除非对这个东西真的非常感兴趣，然后我是不太愿意在朋友圈里发随便发东西的。然后然后另外的话，我刚才的一观点就是，首先我们是花了时间和精力的，然后而且社区运营也需要一些费用，比如说我们给这个积极参与社区的人一些奖励之类的，所以收少量的费用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的。然后另外的话，其实我希望能达到效果。人数不是首要的目标，甚至不是首要期望的点儿，最期望的是说我们这个形成一个品牌，我们这个东西能让别人去认可，就都哪怕有10个人认可，然后这10个人呢就觉得这个活动很好，然后而不是说有300个人参加，然后很多人觉得这个太水了，然后好假啊，这种很负面的反馈，大家觉得呢？我觉得是啥？我觉得首先这个各有利弊吧，就是说 DevOps 这个，他首先他请的这些参与，就是参与的这种讲师也好，或者说是这种嘉宾也好，他们还是确实是有一定的这种重量级的，然后对于大家的吸引力是确实是有的，然后他们那种做法的话肯定会有一些人是比较反感的，但是就说是他其实还是会给他们带来不少的这种流量，因为你看就是说就上次那个王燕去说的时候，他也说过，就是，就那个九，应该就是这周9月7、8号还是几号的那个 DevOps 那个黑客马拉松，然后他们是有，20个人左右的报名吧，然后，一个人的报名费，你想在，就按最便宜的，就是早鸟票的价格，4980的价格。一个人他这个费用其实都是比较高昂的，但是还是有那么多人去报。不过我是非常非常不赞同收那么高门票的，不管是就算我们社区过了段时间以后的影响力非常大了，然后我也非常不赞同收那么高的门票的，因为开源社区还是说服务大众的一个东西，而不是说我觉得他们那个社区偏向于商业化，因为你知道吗，他们社区是有专职的员工的，知道吗，所以他们要有利润的。对，我
OK， 我觉得我们可以聚焦一下咱们现在的点儿，然后一个是工作日的时间，然后一个是周末的时间，这两方的都有这个觉得比较好的，然后目前看起来工作日的时间的人稍微多一点，我觉得我们下一期可以先试一下工作日的时间，然后呢到时候参加的人的话，比如说有来了10个人或者20个人无所谓，或者甚至5个人都可以，我们可以再收集一波这个意见，比如他然后参加的人觉得哎工作日可能不太好，可能我们更多希望周末，那我们下次可以调整成周末，或者下次调整周末之后呢，比如说又来了30个人，他就觉得哎这工作日会比较好，我们可以接着调整，大家觉得这样定时间可以吗？我个人而言的话，我其实觉得工作日期是 OK 的，但是我就是只是说从有些目前来说的话，大部分996的这个时间段来说，确实是尤其晚上八点左右开始，有可能很多人还在上班，就是从这个点上来说感觉没什么。其实还好。你觉得怎么说呢，就是哪一个最好，我们这几个人肯定的样本数肯定是从统计上来说是得不出一个比较好的最优的一个结论的，然后但目前的数据就是这几个人的数据来看的话倾向于工作日，所以说我们做一期工作日然后问题也不大，后面咱们继续优化和调整。可以。你们工作日午餐时间呢？午餐时间大家的时间基本上都不太会固定，因为对，因为很多人有的可能是11点半，有的是可能是12点，有的可能甚至更晚。关键是有个问题，我觉得是这样的，工作日的午餐时间，一般的公司像大陆这边的定的时间就是1个小时的吃饭，当然有的可能管的宽松一点，然后可以2个小时的自由时间，所以如果按这样算的话，基本上把大家时间全部占掉了。哦，有可能伦敦那边好一点。也没有，我们也是1个小时。但是就是你什么时候开始，就是你自己想去就去，就那样。相对宽松一点是吧？对。对，而且应该要方便一些吧，一般都是楼上楼下，就是楼上到楼下的这么一段距离，坐电梯直接下去。那么我觉得看起来是大家在应该能定下了这个线上活动，然后我就准备写一篇稿子来征集那个分享的人讲师以及这个报名，然后还是在那个活动线上来报名。 OK， 大家觉得可以吗？我觉得可以。OK， 然后这个教程这块的话看起来是没有什么进展啊，然后就慢慢来吧，可能很多人还是没有习惯于做贡献。另外一块这个高荣你那块应该用的这个比较多，然后这个工具你看过吗？不知道对你的那边工作有没有帮助。哪个工具？这个哦，就上次你演示的那个是吧？对，这个好像我还没有用过，我可以明天试用一下。对，我那天我在那个就是一个微信群里面跟他们说起来，就是你记得我之前跟你说过有一个汽车之家的那哥们，然后跟他说的时候，然后他说你感觉命令行要比页面好用吗？我说这个东西本身其实不在于命令行或者说是那个页面，而是说在于某些场景可能会就是哪种更适合而已，或者说有的人可能
感觉命令行方更操作更方便一些吧。是的，我觉得燕军刚才说的挺对，是跟场景有关的。就比如说 K8S， 会有多少人用 K8S 的 dashboard 去操作 K8S 呢？我觉得几乎没有，基本上都是用 Kube Control 来操作 K8S。然后这是一个场景，然后尤其对于一些，怎么说呢？如果你涉及到一些管理任务的话，比如说你想，你的那个团队里边有五个 Jenkins 服务器，然后你每次都需要去登录，很麻烦。但通过这个命令行，就比如说我就可以直接找一个任务，这样直接找出来，然后这样去看一个日志，然后这个日志还可以去不断的去那个什么去输出，比如说触发一下，这边的日志就会自动的去看最新的日志，这样比看界面还要方便多，最起码你不用登录，尤其你有很多 Jenkins 的时候。还有些情况，你的 Jenkins 可能在一个代理后面。总之吧，是有一些场景的。OK， 包容那边可以体验一下，还是有挺多功能的。嗯，我明天试一下，正好明天要那个。尤其还有插件的，尤其有人在开发插件的话，更那个需要，比如说。可以从本地上传一个插件，也可以直接远程安装一个搜索啊、卸载啊。对于一些批量操作的，我觉得尤其对于测试可能会比较有需要吧。像我们团队的测试有这么一个需求，它会，那个需要动态的起一个 Jenkins， 然后去把好的东西配好，然后动态的创建一些流水线之类的，因为要测一些东西吧。无所谓，应该还有很多场景的。OK， 大家还有一些要讨论的内容吗？哦，那个活动直播，刚跟你说那个吗？啊，是线上？哎，不是，是那个什么黑客松比赛吧？刚刚咱俩说的那个是啥？哦，黑客松现在是，没有什么好的进展，然后，可能，在赞助上或者其他方面出了一些问题，这一次先不谈了，因为还没有出结论。其他方面呢？然后这边有一个同学，提了个 PR， 大家可以有时间一起帮忙看一下有没有不合适的地方，比较好的地方什么的。我们还是得，这也是第一次贡献，我们还是要，希望能有更多第一次贡献的人进来。对，顺便可以看一下这个。贡献者的数量，最近我们都没有更新了。东辉，你上次 revert 那个 PR 可以有时间再帮忙看一下，把那个菜单弄出来。嗯，还不错，有23个人了。那个机器人22个人。黑客松这个要不要跟？就是。因为明天也周五了，我就说了要不要跟那个志愿者，然后也大概说了一下这个事儿。嗯，我的建议是我们有了定论再跟他们说，你觉得呢？嗯，我大概明白你的意思，但是我觉得是说，稍微有一个同步，因为现在其实就是完全一个，
问题是这样的，你跟别人同步一个，说这个情况还不太清楚，我觉得跟没有同步是差不多的。因为我希望这周能把结论定下来，所以说最迟下周一二就可以同步了，因为现在已经周四了。对，因为今天我就说，因为今天都周四，明天周五了，然后昨天像昨天在那个牛志胜，然后在群里面问了一句，但是其实完全就是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去回答，然后所以对，是因为我们还没有结论，所以你现在同步的话也同步不上结论，我尽快把这个能给出一个结论，然后我们再跟别人同步吧，要不然跟别人同步一个我们现在也不知道什么情况的结论，我觉得别人听了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而且其实我个人感觉就是说，如果说哪怕说这次这个活动确实可能不办的情况下，然后就是还是希望就是尽量能让大家有一个可做的一个事，而不是说完全就是相当于是一个闲置的一个状态。明白。这可以啊，因为这样的话确实不管是对于志愿者本身也好，或者说对于就是社区也好，其实都是一个不是一个好的一个状态。明白。我这周基本上那就两个事，一个是尽快把这个事情确定一下，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说接下来会该怎么处理呗，是吧？对。好。还有其他的吗？应该是没有了。好，那时间也差不多了。今天谢谢大家参加社区的例会，然后就到这儿了。拜拜。拜拜。